大家午安。我还没有开嗓，因为我今天睡得蛮晚的，睡到差不多真的起床是十点多快十一点。如果还没有开嗓，我而且因为姐姐也不在家，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讲话的是你们。哦，我吃了。你们准备吃饭了吗？米娜吃了，我十一点吃的，我吃了一个小面包配牛奶。第一个讲话，对啊，就是起床一睁开眼睛，然后第一个讲话的是你们，是刚睡醒的声音。先唱歌开嗓呀，不行，我现在声音唱歌太难听了。姐姐去多久？姐姐好像去五天，就是应该她是星期五回来。对，慧香午安啊，静香谢谢阿华，今天一直OK， 是有唱舞女乱讲话。杨公公午安，七儿午安，杨兄午安，谢谢萝莉郎梦幻烟火。为什么我看不到烟火？你们看得到吗？还是他又更新啦？我的声音没开嗓太可怕。仓鼠的衣服好好看，谢谢。今年夏天第一次穿它。谢谢杨公公的 love you， 还有强纳森叔叔的兔儿，你们都有看到烟火，是不是有更新啊？快秋天了才第一次穿它，对耶，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。谢谢萧贤送我星之冠。我自己看不到星之冠，为什么？九九午安，谢谢酷洛洛送我兔儿爷。对，星之冠我也看不到哎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谢谢憨憨送我星之冠，看得到的人帮忙截图。为什么今天这样？变姐姐，苦恼 Mina 苦恼的时候会变成姐姐，因为姐姐是后唇。姐姐，星之冠看不到，对啊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。国王的星之冠，哎呀，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到。你看看你们泛水偶像，跟我一样都看不到耶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好奇怪啊。没有，我就假装我看得到。还是我自己准备一个，我自己准备星之冠，可是我没有。谢谢阿奇拉的真情告白，对吧？今天有点怪怪的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，我只有仓鼠，还是带小草莓。谢谢阿奇拉的人气卡。星之冠，我这样跟他有点像吧？他拿的是草莓吗？这是什么？他拿什么？自己开特效会出现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吧。谢谢 Martin 送我兔儿爷，为什么是兔儿爷？为什么不是兔爷儿？谢谢少凯，我开特效看看哦。看今天看不看得到，我开个那只爱困爱睡觉，上面有水果，这是星之冠，这是星之冠。雅格斯午安，哇午安 ，Hello 叶问，开了吗？我特效跑不出来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跑不出来，对。跑不出来，怪怪的，今天怪怪的。谢谢新鲜柠檬送我兔儿爷。
今天特效挂了。对啊，今天怎么回事？没有特效用。不然我开个手势特效看看。我想应该也是不行，好像都不行。阿佑午安，大档期。长得像草莓的星之挂，蛮适合我的。是很喜欢那个中午开台的时候才有的自然光。哈哈，午安，大家吃午饭了没？我想想，但是米娜已经先偷吃了，对不起，应该算是早午餐。思源午安，今天外面有点凉了。对，最近一直下大雨，昨天也下大雨，今天早上好像也是雨声很大，但是我不想起床，赖床。今天没事情，刚吃完，那么早十二点就吃完了，嘿嘿，跟我一样。这两天下雨，对啊，最近雨很大呀，是真的要秋天了，开始变天了，凉凉的，好喜欢秋天哦。谢谢萝莉让能喝牛奶，还有 kiss 啾啾。躺在床上不想动，感冒哦。最近蛮多人感冒的，不过 Mina 没有感冒哦。Mina 没有感冒，代表 Mina 很有抵抗力，所以没有感冒。我喝了小晴有病毒的水，结果居然没有感冒，所以代表我有抵抗力，不错。谢谢旧的枫叶。对，感冒要多睡一点。蓝品君午安。秋天不会流汗，秋天会流汗啊啊！我的心智关掉了。谢谢慧香的 kiss 啾啾，还有蓝品君的兔儿爷新型病毒，仓鼠病毒。哎，没有音乐了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为什么没有啊？夜雨苍生午安 ，Hello 大师兄午安。仓鼠跟人不会互相传染，那真的吗？那个什么 H1N1 不是就是什么猪猪人鸟，就是互相传染的吗？谢谢米酒的 kiss 啾啾，还有慧香的粮草运输。很久没感冒，其实夏天 Mina 还好，冬天的话我超容易感冒。Mina 会超容易感冒的，可是觉得好快就要秋天了，就是我夏天我还没有买衣服，我今年夏天我还没有买衣服，我一直想说想要买新衣服穿，可是一直懒得买，就是懒得逛，逛街很累，然后逛网购也很麻烦，所以都穿旧衣服。这个也是去年的衣服，今年才第一次穿，结果就要秋天了。台湾不是没有秋天吗？台湾的夏天结束不就是冬天了吗？姐姐的就穿不完了，欸，是没错，我还蛮常偷，不是偷，我没有偷，借姐姐的衣服穿。欸，对，我今天应该穿姐姐的衣服，欸，难道她不在家，我应该参观一下她的衣柜，然后借来穿。没想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谢谢慧香的兔儿爷，还有金佑的麦克风。很奇怪的就是姐姐的。Hello 月兰，午安。Mina 还没有开嗓，就是今天声音有一点不好听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正了 ，Hello 小千，什么晚安？你刚醒啊？他的衣柜打开会有蟑螂吗？应该是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家就是他的衣柜是在客厅。对，他的衣柜在客厅，因为我们家房间摆不下，那客厅的话是没有蟑螂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蟑螂。
有点烟酒嗓，烟酒嗓的 Mina 还没开嗓，忘记倒水了。衣柜养蟑螂也太可怕，蟑螂不喜欢去衣柜啊，那个衣橱又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厨房才是很多蟑螂。还没开嗓的仓鼠声啊，怎么办？我的声音。反正姐姐在家也很少穿衣服，话不是这样说的。谢谢浩浩的 love you。你在学校习惯打晚安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常常中午开台，然后都说晚安。可以每天一单二单轮流穿出门，顺便宣传。不要 ，Hello 真包真包午安。我声音有低八度，有这么低吗？好，我等下去倒杯水好了。俊颖午安哦，愚者午安。先吃个饭好哦，我去倒个水好了，我觉得我的声音真的好可怕，等一下哦。谢谢悠悠送我兔耳，也好，少凯午安，我去倒水。我回来了。谢谢超哥的粮草运输，边听边睡。哎，赶快唱嗨歌，唱嗨歌嗨起来，别睡。仓鼠跌倒了，对不起。喝个水。仓鼠，机车对啊，阿伯机车超大声的，这种是老旧摩托车，该换了。谢谢平头抉择的兔儿耶，有吗？咪娜声音有比较回来了吗？还是有一点哑哑的。喜乐哭吗？趁乱告白。谢谢平头的抉择 ，Hello 人好午安，谢谢慧香的筹码，恶霸午安。小千唱你的行李是不是很像原唱？根本你没唱，根本你就没唱，好不好 ？Nico 午安，中秋节没有约烤肉吗？中秋节，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自己出去跟朋友约，因为姐姐的行程蛮多的，如果他没有跟别人约，他好像有说过他想要烤肉，但是他好像有说过去烤肉，可是我觉得在外面烤肉很贵耶，就是一次应该就要500起跳吧。这件很像四四南村那件，没有，四四南村是蓝白配。姐姐大事业超忙。Mina 穿那么美要出门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不知道要穿什么，所以就随便套一件，其实是随便套的。谢谢喜乐库玛的新之冠，谢谢一凯分享直播。Mina 今天很不想出门欸，因为感觉就是随时会下大雨的状态。去公司烤肉，找成员一起烤肉吗？洞洞装很多洞洞。BMO 晚安，不是晚安，午安，又讲错了。刚刚又飘了，早上雨超大的。你昨天去全联买那个饼干，没有买一送一？已经没有了吗？去宿舍烤肉，我知道宿舍会一起煮火锅，但是会一起烤肉吗？烤肉的话要有那个煎锅。我有看很多 YouTuber 有介绍那种一人烤肉的那个，我觉得还蛮心动的，可是感觉好像平常不知道会不会用到。
现在一包要30，原价。Miniko 结束跟成员去烤肉，哎 ，Miniko， 哦对耶 ，Miniko 的前一天是中秋节，用煎锅烤肉，那个烤肉的锅叫什么？烤肉锅。中秋节会烤葵瓜子来吃吗？哎，葵瓜子本身不是就烘焙过吗？等等，搭客运还可以看 Mina 直播，结果 Mina 就关播了。哎，对不起，上次直播后面没有来得及念排名，哎，就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电充不进去，可是后来直播结束之后又充得进去了。好像是不能边播边充的关系，对。上次手机还好吗？直播结束之后马上就再继续充电，就充得进去。就不知道为什么直播的时候会任性，很任性，傲娇的充电器。一可安，午安。过热充不进去也有可能呢，我在想。说我今天有充饱电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积风量午安 ，Hello 何景喵喵。对呀、啊，直播的时候手机很容易过热。现在雨停了，有点闷的感觉。马来西亚团好像吃很多好料，有啊，你们看子红老师的 IG， 而且都是。很晚的时候 po 食物的，这样对吗？老师这样对吗？谢谢坤坤的兔儿爷。杨琼要睡了，好哦，晚安，不是晚安，好啦，睡吧。谢谢鸡风亮的麦克风，你都放午餐照。你可以把午餐照留到晚上再发，这样就会被很多人骂。我有听广播，我还没有听广播。但是我有看到七七他 po IG 说吃什么很好吃，吃哦他哦七七说他没有吃那个榴莲冰，我也。是榴莲冰还是榴莲？不清楚，是榴莲冰。我也想要吃榴莲冰，我超喜欢榴莲的，觉得想吃。小黎我午安 ，Hello Win 午安，请七七带榴莲冰回来。冰没办法带吧？三人组的团七变平台，还好不是 Mina， 有 Mina 在的地方就是 Mina 是团七。榴莲冰起来比较好吃，哎，如果不敢吃榴莲的人把榴莲冰起来，会不会比较能接受啊？就比较不会那么软、那么臭的感觉。榴莲糖可以带，但是榴莲糖。不好吃啊，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很喜欢买榴莲糖，可是我觉得榴莲糖就是跟榴莲的味道很不一样，它很冬瓜，哎，就是很甜，蛮好奇品涵都怎么欺负我，品涵会欺负我吗？哦，品涵哦，他会耶。谢谢啾送我兔儿爷，黑哥午安，品种榴莲脆片，榴莲脆片我没吃过哎，但是我觉得好贵哦，好像之前有看过在卖榴莲脆片，一包200多块，那我不如直接去买真的榴莲吃，榴莲干更贵。品涵就是腹黑啊，品涵会突然就是嘴你一句这样子。修泽午安，
榴莲，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是，其实榴莲这不臭啊，我觉得好香哦。糖果都是化学调味，对，我不喜欢榴莲糖。应该只有阿 K 对我最好，对，阿 K 不会呛别人，阿 K 是很温柔的姐姐，真常常都会忘记阿 K 年纪比我小，哎，这个都会把阿 K 当姐姐。阿 K 好好。榴莲切下去的时候会有浓浓的味道出来，榴莲用切的吗？榴莲一般不是都是撬开吗？我们家都是拿那个，就是那种螺丝起子那种，然后把它撬开，撬开一字的那种，把它撬开。我这样是说阿 K 老师，不是啦，阿 K 是姐姐。我有两只老鼠要互相伤害，哪里有两只老鼠啊？看起来成熟的不管几岁都会觉得她是姐姐，不是不是，阿 K， 其实我觉得外表倒没那么重要，就是像思雅，思雅的外表看起来也很小朋友吧，我觉得可能跟身高有关系，就是比较小的感觉，可是讲话的话思雅还是有，就是有大姐大姐的感觉。仓鼠跟皮卡丘，对哦，皮卡丘也是鼠。把美玲看成比你年长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怎么讲？我觉得日本的女生其实都比较早熟的感觉，比起台湾的女生吧，感觉日本女生更成熟一点，就是同年龄来说。所以像美玲跟麻油都是很成熟的，对，麻油也是比我小，可是我也一直觉得。就是她只是姐姐的感觉，然后美玲年纪比我小，但是因为她心智再成熟一点，所以每次跟美玲讲话的时候都，我觉得她跟我是同年纪的。第一次看到 Mina 以为是高中生，对，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像高中生呢？可是我的年纪其实是大学毕业的年纪。甄选的时候看到 Mina 照片还以为是17岁，年轻真好，年轻真好。综合喵喵待会要回台湾，哎，综合喵喵你在哪里？女孩子瘦到一个程度就会无视年龄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比较瘦会感觉年纪比较小吗？还是比较大？综合喵喵到日本，好好哦，要带伴手礼回来哦。比较瘦会看起来比较小，可是 Mina 有婴儿肥耶，因为很多艺人你知道刚出道的时候看起来是婴儿肥，然后可能出道10年啊之后，像林依晨啊、杨丞琳他们现在的脸都是很小很瘦的那种，所以我就想婴儿肥这种东西应该是随年纪会慢慢消吧，所以比较瘦反而会看起来比较大，不是吗？ Mina 看起来像是会打扮的国中生，欸，但我国中，我觉得我国中跟现在真的差不多，欸，对，国中跟现在的差别就是刘海，但是我国中好像也有留过这种刘海，对，然后大部分是侧，就是斜分的。那我国中跟现在，我自己看照片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呆呆87号午安，想看 Mina 跟丫头一起上节目聊天哦。我的声音，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说很像丫头，可是。对，我记得我以前，读书的时候也有被老师说过，说我的声音很像丫头，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还会问说，哎，你的声音是真的，就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就老师不相信，他觉得太难以置信了，然后就是同学都就会说，对啊，他一直都这样，因为同学都
我们念五专嘛，已经同学跟我同班五年了，那时候专五的老师，我就是听到的时候都会吓到。对，但是我的声音跟丫头很不一样。谢谢悠悠的玫瑰，谢谢杨公公的兔儿爷。午安医生监督你一人，身高有差吗？我不清楚哎。Hello， 法克豆花。在加菜龟，我。但是我对我的声音没有那么，其实跟丫头，我自己觉得不像哎，我自己觉得丫头的声音是更卡通人物一点的，就是。嗯，很可爱的唐老鸭的那一种嘛，乖乖乖那种，呵呵，就是比较扁一点，然后再更尖一点的感觉吧。我觉得第一次听我的声音没有吓到，好开心哦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娃娃，而且我唱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正常的，就是低音。中低音的部分，我自己蛮喜欢中低音的部分，但是，这是有练习过的啦。但是高音的话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声音不那么花栗鼠，就是高音的时候就会露馅。哦，对，完全释放的时候，完全释放，就是哎，我没开嗓。第一眼看到我觉得很有香港艺人邓丽欣的样子，邓丽欣好像也听过这个名字哦。丫头声音比较高，对，其实我还好，我没有她那么高。还是我的声音其实介于丫头跟凯乐姐姐之间，就是没有那么高，在中间算中音。谢谢博弈的星之冠，吃饭了吗？算吃了，吃了一个面包。谢谢九蛋分享直播，九蛋午安。最低可以唱到什么音？最低可以唱到，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西拉嗦发咪瑞哆的哆。哆。谢谢慧香的玫瑰。为什么唱低音的时候脸那么丑嘞？为什么唱低音的时候会这样？谢谢 Martin 的兔儿爷，耶！吃面包会饿死？不会啊，我超爱面包的耶。吃沙拉比较健康。哎呀，不行啊！午餐吃沙拉，下午会没有力气工作的。中午午餐就是要吃得饱，晚餐的话再吃健康一点。唱低音的时候变成姐姐，变姐姐正常的声音。哦，是变姐姐的脸，真的，咚，哦，真的，哦，所以我不需要把脸这样说了，其实只要这样就很像姐姐。但是我没有啊，可是不行哎，我没有办法边叫然后边做后唇，有点困难。哎，艾斯你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没有看到。Hello， 沙拉吃不饱就试着吃三盆沙拉，你有试过吗？你试过的话我就可以试啊。可是我吃沙拉吃得饱啦，沙拉其实是很有饱足感的，因为沙拉就是植物纤维，就是吃的很容易觉得饱，只是饿的也很快吧，我想。这是要截崩图吗？不要不要，请截 Mina 可爱的图。哎 ，Mina 要带星之冠，我的星之冠呢？哎，我星之冠掉到哪里去？哦，掉地上。星之冠掉地上。田中午安，谢谢喜乐库玛送我星之冠。呜、哦。今天的星之冠是草莓耶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是不是戴反？又下雨了，我这里还好。对啊，出不来。呆呆午安。
谢谢老张送我兔耳爷法圈，这个哪里像星之馆了？可是我没有其他的星之馆啊，我只能带这个。今天特效不知道为什么都跑不出来。马尾与法圈，Mina 没有马尾。哎呀，好害羞，穿无袖绑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。侧的绑，特效全挂，对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会害羞看到草莓星之冠，简称草莓冠。谢谢喜乐库玛，那是抢答用的灯，想拍下去不可以拍 Mina， 你这个拍 Mina 乱呛粉丝拍 Mina。 谢谢家养的粮草运输，沙拉不是拿来塞牙缝的吗？对啊，其实沙拉是那个啊，艾斯不吃草哦，你只吃艾斯吗？吃沙拉很多餐厅，就西餐的前菜是沙拉，可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减肥就只吃沙拉。但是我其实我也之前也蛮喜欢吃沙拉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有说之前看到新闻说大肠杆菌啊什么的，就是沙拉就算你洗过还是会，就是建议还是煮过比较好，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吃沙拉了。吃沙拉我觉得便秘吃沙拉很有效，我觉得便秘的话应该吃水果吧，就是火龙果或是木瓜之类的吧，比较凉的食物，不过我是没有这个困扰的。对，谢谢老张频道送我眼睛夜障症。温野菜，温野菜是什么啊？便秘喝早餐店奶茶，马上去厕所。昨天才吃沙拉吗？曾经因为生菜沙拉送你，是因为清洗不干净吗？为什么修泽不吃沙拉？你也是因为怕不卫生吗？还是不喜欢，单纯不喜欢生的菜？ Mina 把 Omiyage 送出去了吗？没有，因为阿贝桑他现在在越南，他现在在越南，所以要等他回来才能给他 Omiyage 了。谢谢阿华的麦克风，要等他回来。对，熟的草也不喜欢，那艾斯不会那个吗？不会变吗？好不想讲，一直讲这个词。哦，不过不吃也是有人不吃菜的啊，但是那水果有吃吧？水果不吃的话是人类吗？是人类吗？水果也不吃，你是人类吗？你不是。啊，不然就吃优格、优酪乳那种啊，促进肠胃蠕动。哎，反正总之有维持的方式。沙拉有种味道不喜欢，就是草味啊，因为生的菜特别吃得出那个草味。吃饭中。好，我们讲别的。Hello， 汪强，汪汪，午安。吃沙拉感觉自己变落马，羊驼吗？羊驼吃草，好丑。不会啊，我觉得，但是吃沙拉都会配沙拉酱啊，沙拉酱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。羊驼 ，Mina 是羊驼，不是 Mina 是仓鼠。有些会加醋，很酸。那个是和风酱吧，有一点酸酸的。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千岛酱吧，但千岛酱热量很高，就是你都已经要减肥了，然后
想要热量少，就加了千岛酱，进去之后热量又飙升，那然后吃的还觉得很空虚，那不如还是正常吃。胡麻酱，米娜是喜欢千岛酱，是因为它比较清爽，然后热量也比较低。修泽想要增胖，那你真的不能吃沙拉。想要增胖，多吃鸡胸肉蛋白质。不是有些运动员还会买那种，就是能量补充的饮料嘛？就是运动完然后再喝一杯那种蛋白质很丰富的那个营养补给品，好像就是对长肌肉增重蛮有用，对高蛋白。千岛酱热量不会很高吗？可是比起和风酱还是蛮高的。有人要减肥，有人要增肥，可是增肥你总不能每天吃麦当劳增肥吧？而且有一些太瘦的人，就是你就算吃麦当劳你也吸收不进去那些，就是你也没办法变胖啊，就不如长肌肉还比较实在。加意大利油醋和橄榄油也很棒，感觉，但是橄榄油要很比较贵的橄榄油吧，感觉比较好。吃不胖，吃不胖的话，我觉得维持刚刚好就可以啊，没有必要刻意吃胖啊，就是看个人需求。啊，我旁边一直有蜜蜂在飞。在外面，羡慕吃不胖的人。其实米娜也算是吃不胖，可是我是胖在脸。蜜蜂为鲜花，米娜是花。逼近。不吃都胖，吃喝空气，喝吸空气也胖。年轻的时候也吃不胖，老了就不行。乱讲，田中豆粒王你才几岁？你说你什么年轻时在装？你在装嘛？哈！大王花是那个吗？会把人吃掉的那个吗？有一种花啊，不是，那个是食人花。那大王花是什么？食人花是会吃掉你。长这样，一颗大花，三八阿花，哎呀，你才三八啦，哎呀，三八，啊，要有三八字点缀更三八，三八字要点在哪里？这里吗？以前同学说吃不胖，现在报应都来。好，所以不要现在禁止说自己吃不胖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是身材真的是要自己要有毅力去维持，而且有时候你知道人胖到一个极致会不想，就是想放弃，就觉得哎，反正瘦不回去了。那是如花不是要套那个吗？丝袜套头，金价五到三八，哎耶，三八啦。不要偷偷 diss 小妹，诗雅的字在这里，三八字在这吗？阿贵，阿贵，午安。马路易，米娜，马路易，莫奇莫奇。丝袜套头跟刺虫哪个比较恐怖？我觉得丝袜套头比较恐怖哎，丝袜套头我觉得好，就是如果上节目，我好不想给大家看到我被丝袜套头，我宁可我吃虫。米娜，午餐吃面包，午餐只要吃饱就好了。可是如果晚餐的话就要吃健康一点。
那吞拳头为什么我吞不下去啊？我的嘴巴张不够大，我嘴巴比较小，没办法。只吃面包，其实本来想出去买，可是因为早上雨下的太大了，所以就想说算了，就吃面包。老鼠吃面包虫，咦，不要面包虫。米娜很怕虫，还要爬巢啊。米娜不是有吃到虫过，其实我没有吃，就是虫有进到嘴巴，可是马上吐出来，所以其实应该，我觉得虫搞不好没有想象中可怕，我会愿意试试看。我怕虫啊，对啊。最近没有做料理吗？做料理，你们想看 Mina 做料理是吗？但是，在客厅做料理真的好，能做的东西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最近比较不太想做这个东西。就是没有好的器材跟，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在厨房的话，可以做的选择很多，但是在客厅真的很难，太难了。但是火锅没有什么好特别的，不觉得吗？Mina 料理品质保证，最好是啊！我每次做的时候都被你们呛爆，都说这能吃吗？这能吃吗？所以 Mina 就不想要再做料理了。对啊，我宁可我买东西吃。可是其实我之前做过几次料理，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点失望啦，就是厨房开直播，但是厨房的话，因为会有火的关系，好像直播是不能出现的。仓鼠是阿基斯，并不是。哎，你们有看吗？你们有看那个昨天有播《型男大主厨》，有我们哦，要记得去看。虽然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是负责试吃啊。喜欢看我做菜？不是啊，不是毒蛇姐姐，是你们毒蛇啊。所以 Mina 心情打击之下就不是很想要再做料理直播。Mina 明明就是，我觉得我会做菜，可是在直播上做是两件事，因为直播上要准备很多东西，然后可是又不能开火，不能动刀怎么的，然后就是限制很多，然后做出来又被大家说看起来不好吃，我就觉得其实我有点小难过，就不太想继续做了。对，剪刀可以吗？什么料理要需要用到剪刀？你们都乱讲的。可是谢谢建成送我 kiss 啾啾，干嘛现在突然一直送我 kiss 啾啾干嘛？Mina 可以拍成 IGTV 啊，但是我觉得 IGTV 就是看的人很少啊。叔叔，哎，叔叔，叔叔，午安。谢谢柠檬的 kiss 啾啾。先把要切的出条，其实主要是没有好的锅子吧，就是而且在直播的画面，我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来，电磁炉是比较适合的吧，我想。但是就是煮菜毕竟会有油烟，都会影响直播的声音，所以我不知道，还在想。哎，真的蛮费工的，料理剪刀哦。谢谢浩浩的 kiss 啾啾。怎么办？有点难过。我们来唱歌好了，我们来唱歌。谢谢悠悠的看好你哟。谢
谢谢喜乐哭嘛，我们来唱开心的歌嘛，真是的。什么歌呢？转换心情。其实是没有小助手，也不是啊，只是觉得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反应没有想象中的，没有做到自己预期的效果，然后就，对。刚刚才煮水饺。想听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唱过了吧？谢谢慧香，还有强纳森叔叔。狐狸在闭关，狐狸在闭关。哦，他要准备考试对吗？哦，好热，突然没有风，狂流汗哎。买了不错的锅子，结果都没煮饭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时间吗？谢谢爱死的看好你哟。哎，天亮请睁眼，好啊，来唱一下，我好喜欢哎。天亮请睁眼，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女版的可以唱啊。为什么突然唱我难过？谢谢红追踪。因为我自己平常煮饭其实我蛮随便的啦，就是有什么就煮什么啊，然后炒一炒。可是在直播的话要想要做什么，然后也要做那种对啊，就炒菜类，其实我比较会做炒菜类的，可是直播又不能做，所以我而且有些东西像比如说蛋糕，我也是在直播第一次做啊。对，自己吃就是随意，可是在直播做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下摆盘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大家嘴巴又没有很甜，所以米娜不想做，米娜任性。富伟哥午安。京都很厉害的蛋包饭料理，没有，我也没有看过。泡面吃播可是我觉得泡面都很不健康，而且泡面没有什么好，就是对啊，那如果是泡面的话，那就是单纯的吃播，单纯吃播我觉得是可以继续做的，但是如果是料理的话，我要再考虑。谢谢傅伟哥的兔儿爷。大家傲娇，我自己觉得主要是就是真的直播能做太少。好，赶快唱歌，我不要讲这个话题了，我不要讲，我要唱天亮请睁眼。天亮了，睁开眼睛，还睡，还睡。泡面算开箱，泡面不算料理啊。要简单又不太麻烦，对啊，又而且直播的时间有限，所以真的很难。天亮以后说分手是真的有这首歌吗？天亮请睁眼有没有女版呢？还是我来 cover 一下？哎，有啊，有人唱哎。炒泡面就是料理了。哎呀，但是我觉得直播做料理真的好麻烦哦，就是怎么讲，做料理的话又什么乌鸦飞过去。分手总要在雨天。远距离 post 他，那我要练。我想讲什么？哦，就直播有时候，哦，像我之前好像做什么炖饭还是怎么样，然后也是大家觉得看，就是做太简，就是要在直播必须啊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
就是直播要做那种比较快速简单料理，然后做了之后大家说这那么简单谁不会做，然后我就觉得啊到底要怎么样，就是不想要做了。谢谢慧香的麦克风，做美劳哦，对哦，做劳作。好，谢谢谁点醒了我，我看看是浩浩吗，谢谢浩浩。好，我之后就做劳作。唱歌，他突然就开始了，等一下哦。今天开到几点？可能会开到一点吧，看一看。哎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？唱歌。送你一朵玫瑰花，你是金水不是茶沙，这把金我发言全票投出卡，满了包的三号玩家，我是一个预言家，可是现实没啊，我唱错了，重来重来，唱错段了，好难抓到人家 cover 的进点。我眼睛要不行了，就是手机超不舒服。送你一朵玫瑰花，你是金水不是茶沙，这把听我发言全票投出他，满了包的三号玩家，我是一个预言家，暧昧像雪浪般狡猾，可惜现实没有其实能怨他，到底他喜不喜欢我呀，那只爱神丘比特的箭将不同的命运串联，谁说人老练不可能回，就让我依偎在你身边，睁开眼看见你的脸，原来爱可以那么甜。 I want you to say 天亮请睁眼，我在 you to say 睁眼， I want you to say 天亮请睁眼。哎，它结束了，这个 cover， 这个 cover 好好、哦，我对不到、哦，我对不到这个 cover， 早知道刚才清唱还比较好，可恶，没唱好。睁眼。想不到吧？可恶啊！突然就结束了，因为它是短的。谢谢米酒的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玉茶，谢谢夏尔的荧光棒，谢谢汉汉，还有尊尊。你们不要米娜不开心才要说好话，你们坏坏。谢谢萝莉狼的打 call， 期待跟米娜跟瑞婷一起 cover 这首，好啊，可以，我考虑一下。想拍影片是想拍哦，但是我要考虑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瑞婷哦，是因为要想就是。要 cover 什么歌，因为基本上大概一个月最多出一首歌，我的话因为我觉得大家听多了会疲惫，我觉得啦，所以要选什么歌都是要想，还要怎么拍，怎么拍也是要构思的。对，谢谢玉林追踪。玉林姓沈吗？开玩笑的。谢谢猪猪的玫瑰啊，反正料理啊，好，不要讲料理了，我不开心。每个礼拜一首不会腻，真的吗？可是哦，可是这样我要一直狂练，我要勤一直练。
等我拍新片，你要来 cover bass cover 是不是？那我下次就来 bass cover， 看你 cover 什么？你 cover 吉他吗？还是你要 cover 鼓？还有什么歌可以唱呢？现在边吃午餐挂听，好。Cover 走 Mina 的心，干嘛要把我的心蒙蔽 ？Hello， 爸爸，爸爸。周杰伦要开演唱会了，真的哦。假当兵的芊芊，哎，为什么？偷看一下，好，偷看，偷看，只有半边脸。这首歌是萧敬腾跟黄明志的。今天开到几点？可能开到一点吧，我想。然后看一下状况。所以我们来唱歌啊，不知道唱什么。这个偷看好近，太近了会被发现。流浪狗队。最近听的新歌大概就是《天亮请睁眼》了吧。剩四分钟，没事啊，可以，就是会一点多啦，不会一点整乖啦。而且我还会念排名。干嘛故意不让你塌粉？嘿嘿，因为我们是跟粉丝，我跟粉丝就是这样啊，相爱相杀，是这样用吗？我要整点才能关，没有，我直播从来就没有在整点关的啊。相亲相爱，没有没有跟你们相亲相爱，你们又没有亲我，我们怎么会相亲相爱？其他人也叫。有其他人也叫芊芊，你要改完整，李宝芊芊。谢谢强大声叔叔，还有阿基拉，还有志伟哥，还有建成的 kiss 组织，现在才清。麻烦米娜帮忙抽好位置，哎，什么时候抽啊？是这礼拜吗？要抽那个mini空的位置是吗？逼你学吉他没有？没有逼你，不逼你们。想亲但是亲了会被出镜。这星期六哦，真的哦。哈，那如果我抽不好的话，你们会不会生气呀？啊，压力好大，怎么办？不可以，不要生气。如果抽不好，因为一定会有好的位置跟不好的位置。这就是看人品而已，赶快赶快去多做好事，快去路上扶老奶奶过马路啊！下雨天，哎，快点多拿几只伞，家里有几只伞就拿出去，然后看到有人没有伞就赶快借他。机票不能退了，萝莉郎，等你。扶姐姐过马，下雨的声音，对啊。哎，我是有唱过下雨天，还是听见下雨的声音？对啊，我想要来唱下雨天的歌好了。来唱个下雨天，我有唱过听见下雨的声音吗？好像有，是下雨天没有唱过。外面的雨很大，还好哎，其实。雨爱，对雨爱，有唱过听见下雨的声音，那我来唱个下雨天吧。握手会来握仓鼠，好啊，握手会，哎，握手会来握 Mina。 哦，今天有红包，有红包的话应该会等红包发完。雨停了换我再下，因为云飘过来了。
Mina 刚刚很多乌云，对不起。都有唱过吗？下雨天也有唱过吗？Mina 刚刚有乌云，对不起，讲到料理的时候很多乌云。Hello， 小卤蛋。都唱，没关系，下雨天的时候就唱啊，每次都唱。哎，他马上就开始，我会进不到。要加班了，下午有事情做吗？要加班，等一下雨声会不会太大？我把窗户关一点，可能小声一点。看看哦，乌云乌云，快走开！我知道蔡健雅的，别找我麻烦，我想唱哎、欸。谢谢 Akira 的早安抱抱。傲娇忘记吃糖，所以我要发糖给你们，你们才不会忘记。可爱的鸭子午安。原来才高中，我不是高中生，我是社会人士，对，我是社会人士，我不是学生，社会人士，自己说自己是社会人士，好奇怪。谢谢 S 的 kiss 猪猪，我是不是破音了？国中哪有 ？S 才是小学生啊，说自己18岁，明明才8岁。初中不是，爸爸要走了，太短了吧。爸爸，拜拜。Mina 几岁 ？Mina， 你猜啊 ，Mina 23岁，什么时候上幼稚园 ？Mina 不用上幼稚园，我以前幼稚园也是大班才开始上，因为 Mina 就是不需要去上中班跟小班，因为是天资聪颖，自己讲。怎么比上木曜活泼很多？有吗？哎，但是直播本来就是很可以乱讲话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比起上节目的时候，还是要就是有礼貌，然后要遵守演艺圈的规则，是对前辈们要就是尊敬，讲尊敬有礼，讲谦卑。但是直播的话，就是比较能展现私底下的自己吧，因为跟你们也是。哎，我们都那么熟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我心情好，心情不好，你们都很，就是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比较做自己的啦。虽然我觉得我有时候这样不太好，就是比如说讲到不开心的事情，马上就是你们就能看得出来。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都给你们开心的，可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。情绪，对，我是一个不太能隐藏自己情绪的人。阿如午安哦，这才是朋友，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阿成午安，晚上10点再来看会更嗨。对，今天 Mina 其实没有很嗨，而且因为下雨天，然后我现在关了一半的窗户，然后家里有一点闷，然后我忘记开电风扇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风进来还好，所以现在是有点闷，所以我现在狂暴汗。Hello Licky， 节目太多路人看，直播的话比较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来看节目的人就是可能看看哦，知道有这个团体，那真的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搜寻我们这个团体，然后甚至到来看我的直播，一定都是想更了解我的人吧。对，但是可能来了解之后，就是我不见得是大家喜欢的样子，就是来看直播就看你喜不喜欢我的个性吧，因为我的个性就真的是因为我狮子座，我就真的讲话就是比较直接，然后我也不太会发糖。其实我有最近有在跟成员讨论这件事情，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很不会发糖，就是不管是对朋友，对你们，对成员也是，我是一个真的是鼠嘴吐不出象牙的人。
有啦，现在有点微微风进来。Hello， 大家午安哦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 Mina 潘之怡。不要不开心，我用爱死会安慰我。难得，谢谢慧香送我粮草秘书，对我很容易被看出来耶。小四午安哦 ，Gino， 谢谢 Gino 的礼物 ，Gino 午安哦。要开心点，但是不可能有人天天都开心。如果你看有人天天都这样，哎、欸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人他生气起来一定超可怕的，就是压力太大了。火柴午安哦，咪咪午安。甜橙酱来发糖，是不是要你们得糖尿病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少给粉丝什么福利耶，我自己觉得，然后对其他成员也是，我真的很不会夸奖别人，然后我也不会随便的对别人好，就是我只会到就是认识，我很慢熟，然后到认识到一定程度，我就会。就是我朋友真的不多，但是我会对我认定的那个朋友很好很好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多发糖，这样比较适合演艺圈的感觉，所以我有在想，但是我又不想要变成那种太，我又怕太多了会觉得很像太做作或是太想要讨好别人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交朋友是很朋友多，但是很难有知心的感觉。为什么要摇手帕？萝莉娜为什么要摇手帕 ？Hello， 想哭又要笑，偶尔发糖就好。对啊，我觉得太常发糖的话，不会大家都觉得很没有什么特别吗？不觉得吗？就是看到每一个粉丝都说啊，最爱你了，最爱你了，然后什么要来找我，什么这样，我就是太常跟粉丝说我很爱你们的话，好像不太好对我来说。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粉丝应该是喜欢甜甜的吧，喜欢就是偶像说比较甜的话，但是我却就说不出口。你是国外的玩家，看直播会说自己是玩家吗？看直播的话应该是观众，所以粉丝也不会一直说爱我，平常都傲娇哦，所以是饭水偶像是吗？饭水偶像的意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接受，我反省自己。太甜反而会反胃，真的吗？但是要看人啦，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嘛，就是对，有些人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。其实谁不喜欢听好听的话？我也喜欢听啊，只是我会害怕去听好听的话，听太多了，我会觉得我怕我会迷失自己，就一直沉醉在那个好话的世界里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前进，就以为自己很完美了，这样是不行。对，我其实好话当然人人都喜欢听，但是不要听太多。哈 ，Hello， 肥宅，喜欢的自然就会聚集过来。对 ，Mina 就是，但是对 Mina 其实有点太，我觉得我会不会太做自己？你都在欺负杰星，没关系，杰星好欺负，多欺负一点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我们都开玩笑说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女团嘛，我们说女团没有心结 ，AKB48 Team TP 没有心结，女团没心结，只有杰星，杰星很好笑啊，做
自己很重要，做自己很重要是没错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也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，因为我确实我的个性太小孩子气了，有时候有点太小孩子气了，像虽然想法很容易被，就是在想什么很容易被你们看出来，我觉得很想改，但是真的太难改了，因为这是可能要慢慢培养吧，没有办法现在就改，但是能改的部分呢，就是讲话的部分吧，还有待人处事的部分吧。啧啧，午安哦，嘻嘻 ，hello， 嘻嘻，午安。对，做自己很重要，又不能太做自己，就是不能别人讲的话你听不进去什么的，就是要多吸收各方的资讯，然后变成自己的，变成自己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蛮难做到的，因为人就没有那么完美啊。我自己到现在，我觉得我还没有抓得很好。多看多听多学，对啊，就是从其实每一个成员身上都有他的优点，所以要每个人的优点都跟他学习。大人的世界很麻烦，对，其实我为什么23岁还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有一点小孩子气啦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蛮会逃避的。Hello， 小喵，午安哦。这是一辈子课题，是没错啦，就是我像脏话我是不会说脏话的，真的不讲脏话，可是很多人都会，诶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真的不会讲脏话吗？还是你平常这样私底下其实会，就真的没有，真的不会，就是像国小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讲脏话，我就会觉得不是脏话人，就是听到别人讲脏话我会自动过滤掉，我就觉得就我不喜欢脏话，常常骂脏话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自己的选择，脏话表示难过，为什么脏话人可以说脏话啊？米娜只会唧唧叫，没有，就是我会想逃避，算不算是一种逃避啊？就是以前，国中、国小，可能大家刚学到一句新的脏话，然后大家就很兴奋，然后班上的男生就一直拼命讲那些脏话，他们就是觉得好玩而已。然后我都不会想要融入他们，就我会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故意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我就觉得，哦，这世界好复杂，我不想要融入他们，觉得人类好复杂哦，我会有这种想法，我觉得人类好复杂，所以我其实。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自己朋友没有很多？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有点，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玩闹的时候，然后我没有想要加入他们，有点孤僻耶，会不会？气质路线的，你哪算气质路线嘛？我觉得阿 K 比较气质啊，我的话有点。这叫什么路线？呆呆的，我也不是很想要走呆呆的路线，但是我每次只要一讲话就会破功。谢谢田中送我玫瑰。人类很复杂，喜欢用一个规则去定量所有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打破它，打破规则，打破它，打破它。好像什么，我在洗你们脑。脏话是语助词哦，所以萝莉狼喜欢骂脏话哦。人类很复杂，很适合仓鼠说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异魂午安 ，OLKK 午安。有时候脏话是为了亲近感融入其他人，是没错啦。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了，很像要竞选，打破他，打破他。很多人都觉得脏话是拉近距离，好像男生比较会讲哎，男生好像很喜欢就是用脏话拉近彼此距离。就像我刚去澳门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学广东话学一学脏话，可是我就死不学，就是不学，我不要听日文好像不太骂脏话，对不对？Hello， 谢谢凉被的枫叶。是美玲吗？米蕾酱，
文没有脏话，日本人骂脏骂人是不带脏字的。对，日本好像没有脏话，所以日文很难入手。问美玲日文脏话，没有，日文没有脏话。有些人的脏话是开场白，对，真的有这些人，但这些人我觉得好可怕、啊，我觉得好可怕、啊。台湾有脏话，对，我知道。美玲应该比较会台湾的，不知道，美玲不会，美玲一定不会。骂人不带脏字，其实骂人不带脏字也有时候也是一门学问，有时候骂人不带脏字反而就是。会戳到你的内心底的那种。脏话打招呼的，但是不能别人骂脏话，我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啦，只是我会自动过滤掉，因为我是真的，我真的不会。下午要睡一下，好，差不多可以来唱个歌时间，唱歌时间。太常说脏话，想要改掉其实蛮困难的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从小就要养成的。可是我从小就对人类有一种，我明明自己是人，我一直说我对人类就是好矛盾呢、哦。我就觉得自己好像。从小就很想要做自己，仓鼠看世界，就是对，我会从小就想很多哎、欸，我小时候就想蛮多的。借脏话的游戏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若想借脏话，像我记得以前好像我有看过有同学玩，还是是在偶像剧看到的呢，就是要借脏话，然后就是如果。谁讲脏话就罚一块钱还是什么？有时候反思也是不错，不要太过。每天都要反省自己，人类太可恶了，没有啦，没有都很可恶，没有坏人啊，没有坏人。以前国中规定讲脏话要漱口，真的、哦、好有趣哦。啊！你们直接赌一百哦。那玉成有没有因为借脏话赚了很多钱？因为借脏话都开了一间早餐店了。Hello， 茄子你来了。坏人还是有，但是就是我没有遇到坏人凶后麦搞要嘟顶，突然凶，突然相处剧，用水果代替脏话。你这个香蕉没有香蕉才不是在骂人，好吧？哦，茄子是骂人吗？可是有人叫茄子哎，谢谢九九的玫瑰。哈？为什么会被西西？为什么会被赏巴掌啊？是老师吗？不行吧，老师赏巴掌会被告吧？你这个茄子，你这个拔蜡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有人这样骂人吗？茄子是坏掉的香蕉，所以一直说你坏掉，你坏掉了就说你这个茄子。赌大一点才会不敢讲。今天 Mina 心情不错，哎，为什么你是茄子的亲友？哎，你不是茄子。你这个大西瓜，这样骂人好还不错哎、欸。如果真的想骂人，就用水果来骂。可是要想好什么水果。哎，但是好像有哎、欸。如果说你这个草莓，就是说你这个人超级，就是很一捏就烂，所以其实用水果骂人是不是真的有啊？你这个榴莲的，就说你很臭。香蕉你个拔蜡，这是脏话吗？这是脏话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
Hello， 娜之咪，娜之咪午安。你这个苹果，你这个苹果是什么意思？要不要吃哈密瓜？所以我问你，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哟？苹果很有元气，对啊，你这个苹果感觉超不凶的。什么水果骂人最没有魄力啊？什么水果比较可爱？柚子，柚子很可爱吧？柚子卡卡哇伊，所以如果骂人说你这个柚子，然后柚子卡就我是柚子啊，超级弱。柚子感觉蛮可爱的，对啊，你这个柚子，啊，我是柚子，骂人都骂不起来，用苹果也变成这样，你这个苹果，谢谢，我的脸真的像苹果一样吗？其实我觉得要看你的回应哎，比如说你骂那个人，你这个草莓，然后他就，对，我是草莓，然后你就会没办法骂他。你这个仓鼠，我就是仓鼠，你才鼠，你们全部都是鼠，全部都是仓鼠国的国民。你这个西瓜，枪骂不下去，两个一直用水果互骂，最后都骂不下去。你这个梨子，你这个梨子芊芊，你这个凤梨，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。你这个莲雾，莲雾感觉好像有听过，遇到刚刚那种直接打下去，吃吧啦啦啦，你要吃不？甜不辣不可以，不可以用甜不辣，我们只能限定水果。你这个荔枝感觉还不错，蛮甜的。男生说的话就拔头了，欠揍。这个火龙果好吃，我很喜欢红色的火龙果。你这个甘蔗有贬义，甘蔗不是很甜吗？谢谢福哥追踪哦，山竹是夸奖吧？你这山竹的意思是哇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就是水果之王啊，山竹。你这个芒果，不是水果吗？为什么开始出现蔬菜？妮娜会怕猫吗？猫咪我还好，有一点点怕，但比起狗没那么怕。探头，你这个水果，冬瓜是。不行，冬瓜是蔬菜，蔬菜骂人不行，只能水果。你这个西瓜，西瓜好像在骂人，就是很呆的感觉，西瓜头、西瓜皮。仓鼠的天敌是牛奶糖，没，我最喜欢吃牛奶糖的。你这个洛梨。哎，桃子感觉也是称赞，西瓜错了吗？西西西西的西是西瓜的西，你们骂到西西了，你们又骂西瓜又骂冬瓜，你们对西西是不是？这就不对，这我要帮他说话。水果之后是山竹，水果之后是山竹，水果之王是榴莲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葵瓜子，哎，对，我这个是黑白相间的葵瓜子。真的有台湾的朋友叫你洛梨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萝莉郎 ，Loli 是萝莉。哎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不是萝莉郎，是洛梨郎啊。你这个洛梨，洛梨郎。洛里郎感觉蛮可爱的。
杰西说成洛璃过，为什么啊？杰西跟洛璃，洛璃啦，杰西跟洛璃也差太多，怎么一堆水果？水果好吃，每一种水果我都爱。天天要当哪一种水果？恭喜有新名字，洛璃郎。一切都是茄子进到直播间开始坏了，而且我明明一开始就有保护茄子，我说大家不要用茄子骂人，然后结果大家就开始说你这个茄子，一刀下去都是水果。哎，以前很流行玩那个切水果的游戏，茄子跟香蕉还是同一个人。不行，我们不能骂别人茄子，只能骂香蕉，因为茄子不算水果，我们只可以用水果骂人。百香果，百香果怎么骂？你这个百香果，哦对，水果忍者那个很好玩呢、欸，以前很喜欢玩。谢谢啾啾送我玫瑰，台湾的水果很赞，对啊，台湾水果王国超棒的。你这个琵琶。柠檬，哎、欸、有啊，新鲜柠檬还在吗？真的有柠檬。你这龙眼感觉好像你不把它放在眼里，就是超小，小小的。洛梨香港叫牛油果，哎、欸，好像台湾也会讲牛油果吧，是一样的东西。你这个柿子，柿子还蛮骂人的。虽然柿子有分软柿子跟硬柿子，但它柿子感觉很骂人。哎，你们记得以前有一部偶像剧叫《我要变成硬柿子》吗？我以前超喜欢看那一部的，哎，就是他就是软柿子，很弱很弱，然后他想要成为硬柿子。我觉得那部剧很可爱，那时候超喜欢的。你们没有听过那部很好看哎，超棒。演员都很可爱，我那时候很喜欢那个女生叫什么，嗯，有点忘记了。释迦摩尼佛，大橘子，这个大橘子，橘子好吃。谁要去上班了？阿基拉要去上班，好哦，拜拜。我们怎么会聊水果聊这么久？对，我把所有水果都讲完，而且很多人的名字都有水果，不能乱骂的。陈意涵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二很漂亮的，叫有她有那个小虎，小小的虎牙，有一个小小的虎牙的，然后她。他的声音很甜，我超喜欢他的声音。啊，一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超喜欢他的。想不到。谢谢小丽而已神推，送我星之冠。秋天到了，要到吃柿子的季节。女二是 Mina 演的，乱讲。啊，强大声叔叔要离开了，快点，我要唱个下雨天，然后念排名。真的，不然没有唱，下雨天一定要唱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，想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
的胜利像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这首歌很呛，一直怎样怎样怎样，今天很呛哦，今天大家很爱呛的。谢谢洛里郎的聚光灯打 call， 好，谢谢伟伟跟悠悠的姻缘棒，谢谢志伟哥，希望之后能看到米娜的戏，希望。如果演戏之后，我的表情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你们看出来了。那我要来念排名哦。我这首歌唱得很甜，但这首歌本来就很甜，不觉得吗？去超市上班了，拜拜。今天很健康，有很多水果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我回去，还是我现在查一下。西西，拜拜。星空有午安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变成硬柿子的眼睛。哎，找不到哎，还是我记错戏啊？阿良午安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好，我要来念排名，念排名就音乐就关，不能一起播。有跟到最后半小时，一来就被骂。刚刚吃了我的饼干当午餐。嗯，你说我上次介绍的吗？午餐吃那个也太不健康了吧！很喜欢，对啊，可是我回去再查。大家要去上班了，赶快结束今天的，从第十名念好了。第十名是浩浩，谢谢浩浩。第九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八名小千，谢谢小千。第七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。第六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第五名是阿奇拉，谢谢阿奇拉。谢谢茄子送我天使啾啾。第四名是志伟哥，谢谢志伟哥。米娜一说要关就开始卡，可能是因为在念排行吧，我想。第三名是夏尔，谢谢夏尔。第二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一名是洛璃郎，谢谢洛璃郎。下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呢？应该没有意外的话是星期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应该是星期四，应该是明天晚上吧？明天晚上九点应该会有直播啊！马上变孝贤，真的假的？啊？瞬间点该卡住是不？我是不是卡在很崩的画面 ？Hello 健健，哎，再一次从第十名。第十名浩浩，谢谢浩浩。第九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八名是小千，谢谢小千。第七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。第六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为什么？第五名是阿奇拉，谢谢阿奇拉。第四名是志伟哥，谢谢志伟哥。第三名是夏尔，谢谢夏尔。第二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一名是洛璃郎，谢谢洛璃郎。小君午安，老周午安，我要关台咯。哎，小千第九名啊，真的。洛璃郎，拜拜。那大家明天晚上九点见哦，直播见，拜拜。人好，拜拜。谢谢茄子送我新资管，渐渐要关台了才来。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去上班吧。我手机也要没电了，怎么最近耗电那么快？我手机真的快不行了。大家拜拜哦，上班加油！下雨天了怎么办？